就现实啦、啊。巴肚内碰到有恁囝的症，你着对伊好啊。即摆漏掉的囡仔无，你着对伊歹啊。你啊苦到我的是啥物？伊都是我的生囝，是爱安尼啦。啊啊，若无欢喜，无同意离离的啦。我讲你离婚啦，我讲我着离婚。离啊！离就离，离啊！我咪离啊！真的，离啦！真的，真的，你想创啥？又搞无路用嘞！惊啦！回家啦！有啥物好看？看啥啦？啊？囝，叫你去死，歹亲家。我你赶紧走，我你做嘛？你破嘴！谢谢，这是找您的钱和发票。家里，你男朋友又来接你下班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刚在门口看到他，他这么体贴的男人，你还是赶快把婚结一结，不要辜负人家。拜托，我辜负什么啊？我对他超好的，好吧？总之这种的你一定要把握住。好，不给你哈啦，我先上工。好叫啦，带钱有没有公德心？哇，你怎么咳成这样啊？你有没有去看医生？不用，小感冒了。小瑶，你干嘛跟我道歉啊？某一些地方，哎，拜你所赐，我才可以居家隔离耶，正好可以偷懒休息一下。哎呀，没关系啦。我告诉你，才要赶快好起来，要不然到时候我到那个店里面没有人陪我斗嘴，那才无聊嘞。行，好，你别说，你讲话那么慢啊！哎，有人敲门了啊！我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珊妮。谁啊？是我啊。俊杰。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带了一些日常用品，还有你最爱吃的零食啊。你不用上班吗？要啊。我刚刚出来吃午餐，然后待会儿再回去公司。哦，那你吃完了，你赶快回去啊，不然你今天晚上又要加班加到很晚。你把东西放在外面就好了啦。哦，好啊。你走了吗？我还在啊。你还没走啊？我已经很多天没见你了，我想说，见了你一眼，我再走。不行啊，我现在还不确定到底怎么样，万一你真的被传染怎么办？那，好吧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一直都在哦。啊？没什么，那我把东西放着，我走了。哦，谢谢哦。不会，你。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哦，不会。
喂，妈，嗯，差不多快好了。我每个月拿回家的钱之后，我自己剩都不很少了，哎。那我把钱都拿去给唐家新开漫画店，我学贷怎么办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等我病好再说。珊妮，珊妮，珊妮，你还好吗？珊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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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去医院。你是不是骨头断伤了？没事。我送你去医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在的。没想到你会约我来这里见我。你还记得这里啊？当然记得啊，这里是我第一次向你表白的地方，而且还被拒绝。那时候的你跟现在很不一样。对不起，我妈跑到你家闹成这个样子，我已经劝过她了，她怎么说也不……没关系了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就不要再彼此折磨了，好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们离婚吧。所以你就可以跟方伟德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随便你怎么想。要不然是为了什么？我只是突然醒了。什么突然醒了？因为我永远不可能像你爱我那样爱你。这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。你永远怀疑我对你的爱，而我永远要努力证明我对你的爱。我们勉强结合，结果都失去了自己。在我们还没有互相彼此憎恨之前，先停止吧。谢谢你。
给我这么残忍的告白。我会在台南多待几天。等我回台北之后，我们就办离婚吧。我永远不可能像你爱我那样爱你，你永远怀疑我对你的爱，而我永远要努力证明我对你的爱。我们勉强结合，结果都失去了自己。阿蕾蕾，啊，你这个大包小包的，你是要搬家哦？对啊，我要回纽约了，所以你看一下这些家具有没有喜欢的，电视机啊、冰箱都可以。你才回来没多久呢，你干嘛要回去？我觉得我还是习惯纽约的生活步调，而且刚好那边的朋友找我开公司，所以我就答应了。不对啊，你明明讲过你很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啊，虽然有点忙啊，有点累。但是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啊，你做得很开心呢。我现在很开心啊，可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开个公司，你身为老板一定懂我的心情。我不懂啦，你明明在这里也可以当你的老板梦嘛，干嘛一定要去那么远的地方？而且你在这边啊，大家陪你啊，不好吗？有人陪我很好啊，可是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，而且答应别人的事情就要做到，不然会被骂死。好啦，看来你是会走不可路了。你干嘛啦？我又不是现在就要走。哦，我就真的很难过咩，想说我们五个人真的好不容易又重聚的时候，回来没多久，大家要各奔东西。我们都已经不是学生了，大家都有各自的家庭跟工作要顾，当然不可能像以前这样常常腻在一起。你讲的这个我懂啊，但是就是很难过没。人是不是长大之后就多了很多的无奈？对啊，长大了，要面对的世界就更残酷、更困难。那我不要长大。不管你要不要，你都还是要面对的。我不要。什么不要啊？哎，帮我收拾啊！我不要。快点！好啦好啦，我帮你收拾啦。你怎么没跟我说你要回来？你吃了吗？我再去帮你买一个便当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那你累不累啊？爸妈还好吗？你哥的事情解决了没？解决了，谢谢。没事就好。啊，对了，上次回去台南的时候跟妈讨论过了，这个过年我们两家人可以一起去玩，出国好玩好不好？日本现在冬天应该滑雪还蛮好玩的。俊杰，离婚的事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
我是不会离婚的。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是我们可以再努力看看，好吗？我们都努力过了，不是吗？过几天我会搬出去，在找到房子之前，我先睡客房。那天送你去医院，紧张成这个样子，结果只是一场感冒，好白痴哦！还好只是虚惊一场，吓死我！不过这一场虚惊也让我想通一件事。我不想再做那个被挡在门口的人，我想要保护你。知道你现在的心没办法爱你，可是请你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们结婚了，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。佳妮，你确定不要先买一些年货回家放吗？过年档期的人潮是很恐怖的，你抢不赢他们。哎呀，我刚回来，一大堆工作要处理，这年货放那边会不会跑掉？有空再买就好了。那你不要只顾工作，身体也要顾吧。我很好啊，你没有看，被我妈养胖了好几公斤呢。还好。我有东西没拿，我先去拿一下。如果你没有话要说，我要先走了。我要回美国了。我知道说再多对不起也没有用，我来是想跟你说一声，我会离开，我会再留下来。
你保重。不管你逃到哪里，都无法抹灭你曾经伤害过我的事实。我知道我伤你很深，我也不奢望你会原谅我。你以为你逃走了，我的伤口就会复原了吗？我还要逃去哪？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我也没有勇气待在这里。我只能逃到一个没有你的地方，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难道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是假装的吗？当然不是啊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们变成这样呢？佳妮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不是故意的这种话。我这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，花这么多力气守护他，你就这么轻易的破坏掉了。你不要把我说的这么一文不值好不好？从我认识你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小心翼翼守护着我们的友情，我害怕有一天会失去你。那你为什么和俊杰一起背叛我？